有好幾個都係可以代表剔手旁嘅。嗱，好似個頭字就剔手旁啦，咁樣去。嗱，依個又實際上又係一個兜得好犀利噶，哦，頭字。嗱，依個剔手旁，剔手旁點先靚？咁你又係有，如果有少少楷書個功底，咪靚啲咯，得唔得啦？咁樣咯。咁咧就第二個方字又係可以咁樣樣，我哋經常可以睇到噶啦。啊，方字隻於字啊，啊於字，但於字咧，實際上咧，好多人俾我寫咯，我唔係寫成咁噶，我係寫成咁噶，即係有啲係咁樣。即係有啲似木字嘅，有啲似木字嘅，就好少話寫到咁樣樣。但係話可以咁樣樣，嚇、啊、可以咁樣樣。第三個咧，木字旁又係可以咁樣樣，但係木字旁唔係個個都咁樣樣嚇。我而家舉個例子嘅啫，即係實際上頭先我依、這個我本書嗰度依個剔依、這個旁最多就用喺剔手旁嚇、啊，最多係用喺剔手旁。寫木字旁好多時候唔係咁寫嘅，但你就可以咁寫，或者而且寫個相啊，相啊相貌個相咧，就多數係咁樣寫咁啊，係嘅。啊相貌個相多數係咁寫，多數係咁樣寫相貌個相。嗱、啊，依、這個圈又要記住啦，大啲。咁樣大啲咁樣啊，兜大啲得咁樣。咁如果真真正正嘅寫嘅木字旁咧，好多時候咧啲人係咁寫嘅，係咁寫嘅。你唔能夠寫成咁啊，就實際上唔能夠寫成咁，咁啊剔手旁木字旁應該係咁樣寫。木字旁應該係咁寫，真真正正木字旁應該咁寫，都已經阿班長已經錄咗字㗎啦，大家，或者我再寫一次咁啊，班長。